广西北海某高校一女生宿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锅去烹饪螃蟹，还拍成了短视频发到了网上。北海市消防救援支队顺着网友的举报，对这个宿舍进行了突击检查。宿舍长说啊，因为网友的举报，大家心中恐慌，随即已经删了视频，没想到消防还是找上了门。经消防监督员的批评教育啊，同学们也是充分认识到了错误，在安全这个问题上，概率没有大和小，只有有和无。